今天这一片菜叶子已经吃了一个小时了，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吃的吧。你是在吃肉还是在吃菜呢？吃菜啊，减肥啊。我们认识了多少年？两三年了吧。那我是不是你在成都最好的朋友？那肯定了呀。我吃了啊。等会干什么？你让我把话说完。那我先放这儿了啊。嗯啊，你说。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有开心吗？有快乐吗？哎呀，可开心可快乐了。有收获吗？有啊。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今天是不是轮到你，就是付出一点小小的回报给我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直接说。其实也不干什么，就是，哎，你那个衣服上怎么沾了个什么东西？哪有？哎。你吃我土豆片干什么？我就吃那一片，一口还没塞嘴里呢。人家没吃呀。那可是吃哪儿了？人家胃口很小的，人家吃两片生菜叶子就饱了。哇哦哇，哈哈，我的饼，我的饼饼，我的饼饼。你不是吃个青菜就饱了吗？吃饼干啥呢？你是不是有点近视？这就是青菜。